站起来。
安安大明星今天来了一个很会唱歌的男生，然后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可是已经出个人的第二张专辑是吗？是的，欢迎柯志堂先生。大家好，你好。现场有非常多你的歌迷，这些歌迷来自于那个暑期的实习学生。是，刚刚有先见过。对，你今天的到来，带给这个校园里面的小朋友非常非常兴奋的心情，可见你在校园应该有一股无法阻挡的魅力，这样子。可能吧，应该是。然后他们都自己说，就是他们都知道你要开演唱会，并且票已经买好，只是没有把票带来，不能签票。他们今天心里甚感遗憾。对，谢谢你们买票。真的吗？演唱会那天见。真的人怎么那么好？真是。但是今天那个非常开心，然后把你请到这个现场来，然后听到你的歌声，果然就是很有一些特色。跟你那个，这是吟游是你的那个演唱会的，是我演唱会的名字，也是这次专辑的名字。所以。概念上来说，大家认为你比较像是一个诗人。应该说这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为这两个字，所以你喜欢这两个字，就对我来说很，我很喜欢这两个字，它的给我的画面，就是我觉得蛮浪漫，就是浪漫，因为我是一个蛮，就是生命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随性、随意的东西，然后它有点像是它就是，我觉得生命就是在漫游。然后吟唱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这张专辑的歌，或者我觉得都是在比较类似这样子的状态下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能代表我这张作品的两个字。对，某种那种类似民谣的感觉，或是那种民歌的概念，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算比较特别的那种音乐产品，可以这样说吗？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电音啊、嘻哈、啊，就是我本人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就是也没有 old school 啦，就是每一种曲式都会有一些那个在行的人嘛。对。像你这么多学生喜欢，因为在校园里面有什么热音社啊、热舞社啊、吉他社啊，你可能就在吉他社那边，就可能是他们的男神。那你在那个热舞社那边，可能就是他们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对。就是这个世界是这样，对不对？对，就是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对啊，对对。然后你的那个演唱会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演唱会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我演唱会是在8月25号，然后会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算是我开始当歌手以来第一个真的比较像是演唱会这个表演。独立的。对，因为之前都在比较像最大，虽然在。Legacy，就是他也是，虽然其实也蛮多人，大概1000人，所以这表示你有一定的声量，公司才会看好你有售票的潜力，搬进这么大的一个现场。谢谢公司的大胆。好的，这边，而且这里一般来说就最常听到就是韩国来的艺人办见面会嘛，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长型的，就坐一坐满座也有3000-5000人这样，位置也蛮舒服的，舒服，那就是一个阶梯式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到你，也没有什么遮蔽。是，但坐在摇滚区的人，你打算给他们什么飞吻啊，还是什么爱的眼神，还是比小爱心，还是音响？比方说，那你如果有粉丝的话，你通常会怎么样去互动呢？类似，比方说，我不太会做这种事、不好意思，没有，就是在前面音响就是很身临其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身为一个，就是你知道，男神偶像，就偶尔还是要给人家一个啾这样子。还帮你现场吧，来一下。你刚刚怎么弄的？还是这样。这样子哦，对，你看你就会了嘛，这样子我容易教，易教易学，做好做满，3、2、1往前伸的时候说谢谢你，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对，好，你有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整个大家就是有抽筋感吗？你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他们真的是可能在社团里面啊，或是在校园当中为你的歌声深深着迷，然后。我从来就是，待会这些小小的故事再跟你好好的聊。好的好的，你好像接收到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粉丝遇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表演者，那种来自真心诚意的那种满怀的热情。是，希望你今天不要因为这样而有尴尬感。不会不会不会，很开心啊。对，通常男神有尴尬病也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很适合男神生的病，所以蛮好的。你有这样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是健康的。蛮想看到的，我有，不用蛮想看到，现在此刻一直在展现，就是觉得也很好。而且我巧妙的发现，你今天最强大的粉丝发型跟你一样，对对对，就是有一点波浪。他刚刚为了来这里，还去用电棒卷了一下。一切的秘密，待会所以本来不是卷的，没有，本来没有那么卷。哦，他因为他的紧张，让他先有一点卷，但是他用了一些外力。让他卷的一个不要不要的，好的，不要不要的这个词在你的生命当中比较少出现。我有看过人家讲，那你的歌用不要不要的这样的说法会不舒服吗？我是没有用过了，没有过。那从今天开始，你要用新的语言要去征服很多人。我刚刚听你歌声真的会让人觉得有魅力，所以要
你不要紧张，他开始喝水了，我成功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可以让一个新来的这个小男生口干舌燥，不要口干舌燥。刚刚那个是最新发表的一个，算是最新有新释出一支 MV 的新歌，在这张专辑里面。对你都一直不想把礼物给我，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没有，我想说你在讲话，我不敢打断你。没关系，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不断的打断跟不断的就是。那我现在就打断你。哦，好，你先打断。这是我的新专辑。啊，天哪，好棒的打断了，哦，好，谢谢你，哇，真的是诗人哎。嗯，公司也是。然后大家有看到这张专辑，就是它封面是，你好好介绍，是可以撕开的，哦，撕开线，撕开，就是你看它有这个，然后它是可以从旁边可以一条一条撕开，然后下面会有，不要，为什么把它撕开？你也可以不要撕开。哦好，哦，所以我要撕开它是一条，撕开下面就是有不同的光景。哦，真的吗？是，所以你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撕了这一张，还蛮想要看怎么样，就再去买一张。对，你也蛮奸诈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没有，你如果撕开不喜欢，也可以用什么胶把它粘回去。再把它粘回去吗？哇塞！所以每个人可以帮自己制造一个想要的封面。你也可以只撕开这条。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撕开。哦，好，那就這樣，对，因为我只有一张。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好，啊，可以，哦，真的，所以它撕开有几种面貌。其他就是一条一条，所以你可以只撕开一条，你可以撕这条，然后就露出只有这块。哦，真的很会。对，你们做诗人的真的是不太一样。那请问后面这只手发生什么事？这是你的手吗？还是其他人的手磨的？是我的手，是我的手。你手这么长哦，所以你会弹钢琴吗？我会一点。是吗？所以弹钢琴会让手指头变长，是这样子吗？还是没有这种？我觉得好像我其实不觉得很长，欸，只是比较我的人比较瘦啊，对，看起来没有，你大拇指太长了吧？你是吧？你大拇指也太长了。我没有觉得，一定要这样羞辱主持人吗？这样又很长，不然你觉得少了一节，这样是怎么一回事？好像真的比你长一点。你大拇指怎么？所以大拇指对弹吉他有什么帮助吗？长上去。就是其实好，如果长一点是会比较有帮助啦，对，哦，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所以你是天生大拇指就这么长哦？我从来没有觉得，对，就是好的。跟我哎，不好意思，太久了，是不是？撕一张专辑，你说把它撕，你可以先撕一条线给你用，我撕吗？哎，你撕的不一样啊，可是这是你的专辑，可是你送我的，所以你怎么做都可以。你确定？当然 ，of course， 来，那我对着它撕吗？对着这里撕一个那个。就是哎，怎么好像有点难？哦，对，它有这个有点虚线的地方，有点虚线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撕开一条一条撕开，就是就这样，然后这就是有一颗头在这边。然后呢，快点拿你的麦，这撕掉了。对，等一下你这张要帮我签名哦。对啊，我觉得我这，okay. 这个可以，那个一定有人会跟我那个跪求要收藏。因为这是你撕的，这是他撕下，你看那边已经有一些那个不智的行为在那里，就是发出那个一些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对，他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个人。哦，所以一直撕开的话，那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清楚，就有一个秘密在里面。对，这也是一种文创概念的意思。是，看你想要露出来多少，就想要看底下的图有多少，就一直把它一片一片的掰开，然后不拿开的话，就是，也都还好。然后粘回去好像也过得去，对，你可以，也没有太大的那个麻烦。没错，好棒哦，真的，打开嘛，里面我们要让大家看 CD 啊。打开，当然啦，啊，對對對，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就。安哥哎，真的是我们专辑就是一开始长这样，会以为只有这样。对啊，所以呢，其实是内页在这边，对，就是这样子。这个手挺的概念这样。对，有一点就是先把它做的简单一点，然后其实里面富含很多东西。对。哇，你里面照片很帅哎。对，歌词都在里面。没有吗？没有，我们比较肤浅，我们都看照片哎，不好意思，没有在看歌词。好的。对对对。我，哦，拍的很有那种日本人的感觉。是我们是去克罗埃西亚拍的。克罗埃西亚哦，因为这张专辑就是今年世足赛得第二名的。对对对对，我们去那边吗？对，那你有跟他们，你有遇到他们总统吗？我没有，他们没有，没事没事。然后他们人口那么少，就去应该会遇到很多人。是是是，就是你在克罗埃西亚拍封面跟内页哦，还有 MV， 就是那时候顺便就去，然后就一起把很多东西都拍下来。啊，好酷哦，对对对，真的。那趟旅行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觉得那边还有什么？那吃什么啊？那边问人家吃什么，好差风景。人家去做这么优雅的事情，他只知道知道要喂食物。我觉得那边的景观非常的不同，就是让哥下次可以考虑去那边旅游。好，很适合自己开车，就是到处乱跑。
哦，你在那边就是有那个团队，大家就真的是对，我们就是开车去，其实我们没有逛，我们就是去我们要拍摄的景点，所以先看景过了，对对对，所以线上下次很想要再回去，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时间。你这个人真的很特别，连拍 MV 的地方都有点让人觉得不可预测到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天也符合你的个性，节目安排完全无法预测，真的真的，稍后再来好好的让您感受一下今天也送给你的惊喜。舞伴的歌是一首你怎么样的创作理念啊？这首歌其实算是我比较尝试写一首以前没有做过歌的样子，像我以前大家听我上一张专辑可能会觉得比较民谣一点，民谣就是听起来很平静，然后这首是因为民谣这种东西感觉就很像你静静的听一个人在说一个故事，是就是好像要很专心的听那个人唱。然后舞伴这首歌我觉得像是我写的一个有点像舞曲的感觉，就是他只是想要带大家进入那个比较摇摆一点状态，就是很轻松的在听这首歌，然后跟着一起晃动的感觉。想必你在那个演唱会上也会有一些这个表演的安排、啊、是那你会跳舞吗？我不会跳舞，我真的觉得也是白问你的。对，他个人的入行呢有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啊，是对对，这个离奇，哎，你知道他入行的故事吗？好的，我们待会再说，我们不需要为了一个观众一个人的要求，对他等一下我们有其他的要求可以满足他，但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柯志堂今天来到现场，你的歌声既然这么迷人，一定要好好听你唱歌。好，舞伴这个歌我们看完了 MV 的，那第一支带来的那个现场演唱，你准备为我们唱哪一首歌？好，因为没事没事，所有的家具动了都可以把它拿回来。小心。好，因为今天毕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一把吉他来，那你不是一个人，现场都是你的人。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办法唱太专辑里面那种编曲比较丰富、没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这边也有另外一把吉他可以上来为你协奏。所以我今天就唱这张专辑里面比较，我突然觉得亏一个尴尬病的孩子他好开心哦。但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唱歌的人，希望你今天可以在一种很愉悦的心情下在这里完成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心情的那种演唱，可以吗？这首歌在专辑里面它叫做远走，远走这一首也是一个比较可以安静下来专心听的歌。我们闭嘴。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停下就说好你会低低的走，你有些酒就说好你只清醒的做，别压坏我，别压坏我，一把破旧的吉他不能就坐，而我只有一把吉他，我希望有一个懂你的人能像我看穿你无知，我希望有一个懂你的人能像我读透你渊博，你的懵懂像梦不该说，自我再次生长着我，我希望有一个懂你的人能像我，能像我，太迷人了，太迷人了！您的歌声真的是，怎么了？没事啊，我在等你收吉他。你是男神，我要等你把那个动作完成。谢谢。对对对，刚刚跟那个柯志堂聊天，我就说，虽然你已经发了两张唱片，对我来说是有点陌生，但
这个暑假我完全没有办法忘记你。是有人一直在对着你讲，有人每天在跟我讲，从他来上那个实习班的第一天就开始在认识你的第一天吗？对，他就很大胆的问了第一句话，就请问安安大明星会找柯志堂来上节目吗？我说啊，哦。然后就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记事本，我就跟他说有哎、欸，几月几号哎、欸，然后这个孩子就突然间耶，然后就在办公室里面这样子像一个那个不好说的状态，然后就在那边很开心的那个手舞足蹈。啊，我没有料到说你这样的歌声竟然是无意间被发现的、哦，是，而且连你自己以前都不知道。对，因为我本人比较害羞，就我连跟朋友去 KTV 都不太唱歌。我、哦、好喜欢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然后阳光洒向你半边脸，突然被照到，然后你时而这样望向那边的时候，那个光线就会打在你转动的那个某一个部位，非常特意的帅。这是一种那个只有诗人才会有的那种美感，自然光，自然光，自然光，自然最帅嘛，阳光最帅，最健康。你那天是怎么被人家拖上去唱歌？你刚刚跟我讲那件事还蛮有趣的。对，就是我本来都不唱歌，然后我学校的同学就是硬逼我去报名一个学校歌唱比赛，就是很想要，应该是很想要看我出糗。原意就是你觉得有一种霸凌的感觉。对，有微霸凌。微霸凌，就是想要让看你出糗。然后天哪，这个人每次跟我们出门都不讲话的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就去唱歌，才发现自己可以唱歌這樣。哇，然后你的歌声有让他们就震撼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算不算震撼，反正他們应该算吧。后来呢，那是一个比赛吗？是，就是一个小比赛，学校里面。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吗？那次还没有什么样的成绩，但是至少在那裡只是大家发现你为什么会吓坏了？对，为什么好像可以？那你那次呢，唱了什么歌？你有印象吗？我唱什么王力宏的歌吗？你唱王力宏，然后你弹吉他吗？因為那時候还是没有，那时候就跟着卡带，因为也没什么，就是那个是要放卡了，所以就很難找。你唱王力宏什么歌啊？那首歌叫《落叶归根》。哦，真的吗？我这荣幸现场听你唱一下吗？我现在唱吗？为什么不？那首歌跟你的歌的曲风也很像啊，不然你怎么会这样挑选？哦，王力宏让你一战成名哎、欸，好吧，拜托啦，好吧，我想谢谢你哦，你还要弹吉他哦 ，OK， 没有，我抓一下 key 哦，好，我、哦、天哪，抓 key 习惯，抓吉他来试自己的 key， 好，那我就清唱歌。当然，这一段今天会帮你剪出来。好，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我们喜欢听这种，就是我们意料之外的那种礼物，完全不知道今天要唱、這個、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就是一个诗人，他跟你的吟游是没有违背的，是也在某种心情上，你也在找一个归根的那种。对，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美，所以那时候才会选择。哦，真的，你不是唱《爱的就是你》或是什么《公转自转》？是，对，那样的表演就让你开始喜欢上唱歌吗？还是就被唱片公司发现了？其实你也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啊，家里也有一些那个姻亲，对，我的表姐们，对嘛，表姐们都是很厉害的歌手，对对对，所以他们那时候突然发现我会唱歌，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啊、你就跟着他们走跳吗？还是？所以他们突然发现我会唱歌，是觉得哎，你们一家子亲戚唱歌都是这种很有特色，而且都好厉害哦。我认真说，就都是唱很好听的，是真的。你们是怎么样？你们家族有遗传这种特别的嗓子？照这样看，应该是有一点。我也觉得哎，就你们一家子都是，就是哇，庞大家族里面的歌声都很有特色，然后都非常的迷人，而且都有一票死忠的追着你的粉丝。是是，今天要多听你唱歌。除了那，你平常还会喜欢唱谁的歌？我其实听很多国外的音乐、哦、就是我都会唱一些国外乐团的歌。哦，国乐团。对，比较多什么 Coldplay Oasis、哦、这种 Coldplay。 你看 Coldplay 就是英国的乐团，我听蛮多的、哦、是真的哦。 Coldplay Oasis 跟你比较 Coldplay 跟你有很相近的地方吗？不能说很相近嘛，就是我很喜欢那样子的音乐。对、哦、真的哦。好，先听你唱今天唱自己的歌，是有空呢好好再听你唱一些其他的歌。是，今天这首歌非常重要哦。今天这首歌呢总共会在本节目大概出现三遍，它非常重要，你要先听你的原唱。
因为这首歌原唱非常的迷人，然后让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安排。这首歌的歌名是无关拯救的事，也是您自己写的，对不对？写这个歌的原意是在歌颂一件什么事吗？还是在纪念一个什么状态？有点像是歌颂，就是歌词听起来其实有乍听是啊，会有点像是比如说在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其实我想要写的是，其实它是两个人关系，也可以是两个人，它不一定是情感关系，它可以是各种关系，各种关系，也可以是我自己这个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用一个很自由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每件事情，哦，不是那么刻意去强求什么，就是不用什么事情都需要被拯救的感觉。我喜欢听你这些描述，欸，因为它跟今天天意一样的安排。我今天就用着你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安排了一段两个人的关系，是再等一下我们来处理这些关系。好的，那我们现在听你唱自己的那个版本，好好的表演，然后让那个等一下即将上来制造两个人关系的那个人不敢上来。好的，不行，他一定要准备上来。来听柯志堂唱歌。我不看见你走来时的背，无关拯救的事。然后这个歌花了很多时间去创作出来吗？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应该说我有时候常会有一个灵感，都是写了一两句，都觉得这两句很不错，但最后要花蛮多时间把这首歌完成。那通常先写出来这个片段会是摆在哪个位置？也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它有可能就看你自己。對對對。那这首歌最先写出来的是哪一个片段？我有点忘记了。你也忘了。对，就是可能主歌的某几句话吧，我觉得，对对对，然后后面再延伸出来副歌的那些。你先写词啊，还是都是你都习惯拿着吉他就开始这样边唱边写边唱边写？很不一定，常常会是先词先写出来，然后再拿一把吉他来试着把那个用曲调把这个心情唱出来。所以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爱写文章的人吗？完全不是，就像我刚刚说，我是突然才开始唱歌。你是到底哪里开窍？是雷神索尔去打到你，然后你突然就整个人对，然后开始唱歌之后才开始试着写歌。对对对，真的，对。人生当中有跟一个就是不是歌手的人一起合作过吗？不是歌手的，对，就非歌手，就是非职业歌手啊。你说合作唱歌吗？唱歌时常啊，时常哦，因为就是常常会有人朋友啊，他们不是歌手，哦，那是朋友，就是陌生人。或是有时候我出去，因为我很喜欢自己背个背包，素人国外旅行，就是那种遇到发型一样的人。有跟发型一样的人一起唱过歌吗？发型一样是还没有吧？而且是个女孩，是个女孩。是，应该照你这样说，应该是想要我回答还没有的。对对，没有要想一定要回答还没有，就是想要让他多一点自己就是今天的定位。对对对。但他在认识你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个高中生，然后他深深的着迷你的声音，他是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吉他社的非常重要的那个干部，是，然后他就说，哇，你知道吗，哥，我跟你讲，我就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会好好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好的，人家暑期实习总要让孩子有难忘的事情，但他们是有才华在身，所以我们不可以埋没。来，诗婷姐，她是景美
他认识你的时候还在念景美，他现在已经是政大的学生，是，然后他就是来实习的第一天，来过来坐，哎，哥的位置借你坐，好，你请。嗨，哎，不好意思，他麦还没上。这孩子啊，我从实习来的第一天就一直问我说，你可以先不用演，哎，你有点吵，不好意思。故意的，故意。他实习的第一天就是问我，你什么时候要来？然后一直等到他今天来，他每天都在问我。于是我就跟他说，我就临时的跟他讲说，那我明天拜托柯志堂跟你一起表演，可以吗？他就开始练习。然后我就说，那你要先准备你的歌。所以他今天其实有点紧张。你们刚刚都有稍微对过吗？有。OK。好，哎，你要先跟他介绍你自己。嗨，我是诗婷。嗨，你好。你是诗婷，他是志堂。我是志堂，你好。你今天练习的还好吗？昨天晚上？哦，我昨天本来是想要抓那个 Goodbye and Good Night， 但我发现有一点难度。好，所以我就抓了另外一首歌。没关系。对，他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他今天跟我讲一段事啦。那我只是在讲说，人生的境遇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奇妙。他真的跟我讲你，真的可以来这里就遇到了你。那我觉得，这件美事应该要成就他第一件。然后他跟我说，他是高中一个很会念、爱念书，也喜欢在社团里面就是享受生活的人。但他说那时候在社团里面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是他那时候因为喜欢吉他，然后喜欢像你们这样子创作的歌手，所以一直鼓舞着他有一些这样的表演的能量，对不对？是不是这位可爱的妹妹？他还在学校教人家弹吉他。对啊，不是。当歌手或者当音乐人才可以弹吉他，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就是很生活的，你平常什么时候喜欢就可以玩音乐、所以这今天这整件事也是无关拯救的事，是，对对，所以你们要一起完成，唱错也没有关系。哎，对对 对，那你今天想要跟他做的搭配的您的部分，您怎么？我会帮他合音，对，他就唱我原本唱的部分。通常我们会有一句话说你出文啊，大概是这种概念。你有跟你妈妈讲吗？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那个铺陈是因为你妈妈正上线在看，对对对，她妈妈期待这天也是觉得，当然她孩子就来实习，因为她很乖，就是工作认真，然后她在我们的部门里面，哇，我们今天觉得其实她唱歌也蛮有一些特色的，希望等一下志堂给她一些评价。好的，你也不要让她孤单啦，前面一大段的时候先由你来表演好了，你也帮她唱，不是，后面到副歌的时候你再帮他合就好，你先帮他开啦，开那个开门，对，你知道。他们在自己世界聊天，我先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先离开一下。好，那就现场就交给你们。这是，哎，天啊，他们同框了，果然没有主持人在里面。好，一起带来无关拯救的事。好的，来喽 ，1 2 1 2。Good job.
没有跟他 high five 一下。你们吉他通常弹完会怎样？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好、哦，不要、啊、不好意思，天哪，我太俗套了、就是，我怎么可以做这么俗套的事情？那你们通常不会这样，就随便刷个两下这样子。就是相视而笑。相视而笑，那好，三二一，相视一下，来三二一，好笑。没有，他也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就是我觉得爱音乐的人都有一种气质在你，就是那种身上。我从我们这个妹妹的身上也感受到像志堂一样，就是喜欢歌，然后那种单纯，还有那种对一些比较原汁原味的东西。不要太多修饰的东西的那种喜欢、嗯、你对他的歌声怎样有我当然知道有进步空间他今天应该是人生最紧张的一次他从加入拿起吉他到你有想过你会跟你的偶像唱歌没有啊从来没有恭喜你圆梦圆梦哎那有很开心那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我在练习继续练习、哦、OK OK 这就是现在的孩子对他们对自己是有信心、嗯、他今天难免紧张啦对没关系啊就是唱玩音乐开心比较重要真的真的是是也谢谢你今天这么大气的愿意让一个那个孩子跟你一起合唱 okay, okay, okay. 小事小事你有没有去看演唱会有啊你有带一票人吗早就买好真的放哪、嗯、在我床的上面我框起来框起来、嗯、他认真的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对他我为了证明这件事今天晚上我有要求他回去拍照我会传给你的经纪人然后跟他说这就是昨天跟你合唱那个政大的孩子一张表框的票一张表框他今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就跟我说哥我忘了带票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他说不是可以所以你会连那个框一起带来吗他这样可以进场吗哎、我有点疑惑可能到时候可能要把框打破之类的没有没有这是一个我觉得近距离接触到粉丝他是真心喜欢你的你通常对粉丝你都最多的那种所谓的互动可能就怎么样而已没有我每次都是非常真诚的感谢他们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套近乎的人啊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对所以我真的就是非常谢谢你们、嗯、买演唱会票是最大的支持我觉得是然后他们从在社团啊从他到高中到大学他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你这个声音是是你在路上如果遇到他你会怎么样就是尖叫尖叫吗你可以对着麦克风说话吗妹妹尖叫哦尖叫好啦你现在有点紧张哦那哥让你下去休息一下那你要跟他握手吗谢谢你谢谢你天哪在同框的状态下握手然后、okay. 我显得有点多余不好意思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在这里好了谢谢视频哦今天那个认真的吉他小心好你看爱音乐的人都会照顾着他的吉他叫一个实习生背一支吉他来上班这是今天本公司最大的那个他就愿意然后他昨天听到的时候很开心然后我就说嗯，我相信柯志堂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度量的人今天应该会愿意他刚刚就一口就答应了我其实我也是蛮开心的对啊对啊对啊做过音乐的应该都是互相鼓励吧然后给彼此一些能量对、啊、这是真的是小事就是也不只是小事啊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到了一个状态跟就是有粉丝的不只是追逐他们在你心里也许就成为一个典型他们想要去模仿也好又达成的目标就是我以前也有我喜欢的对模仿的对象比方说就像我刚刚说的 Coldplay 啊、哦、然后 Oasis Damien Rice 这些听得出来都是找一些非常高段的人嘛所以你在他心里就是个高段人来自一个景美吉他社的孩子然后到了政大继续在弹吉他然后他现在一直的喜欢你他的家里有你的专辑一切的遗憾就是今天忘带票来但不忘跟你说他有表框好的线上其实有一些朋友就我们其实很少回应留言刚刚有人在点歌什么歌啊点歌嗯 It was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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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英文名字的歌名、oh. 应该是你自己的歌你 It was made 呀呀呀应该就是这个、oh, 对啊清唱两首回应一下他你今天就是一直现在唱是吗啊清唱或又吉他我都 OK 好、哦、我喜欢你的 OK欢迎喜欢他的人继续线上留言如果我们刚好不小心看到就帮你唱了因为他今天就这么大方我们现在太开心了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as I woke I saw the sun against your fair face It was the year's lovely smileBreeze was fresh and throughout the garden lingered the scent of roses. It was May and I cannot forget that we sang together.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 so sweet.Oh, it was May, it was May. 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hen no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And I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And you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I hear your voice again. I will return as promised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太可怕了！怎么了？你唱歌的那个样子太迷人了，谢谢。有一点就是恐怖。谢谢。你唱歌的时候在想什么？想唱歌，就是我觉得唱歌我通常不会，其实不会想太多画面，但就是让自己进入那个。对对，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喜欢想象一些什么画面，有些人就是我其实都不会预设想太多，都是。带着跟着歌这样子走，跟着你，对对对，反正你也都唱自己写的歌，所以歌在你做什么样的内容的传达，你自己也很清楚了。是是是。那每一次的演绎，就是每一次演绎当下的感受的氛围去做一些，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跟音乐交流的会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也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真的感觉这，所以平常呢，你平常的休闲是什么？是一个宅男吗？我很宅，还是其实你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还是你其实是一个很疯的人，然后会偷偷跑到那个海边去裸泳啊，还是说会去哪里？裸泳是不会，但是我宅的时候就很宅，但是我去旅行的时候就是跑很远，就是说走就走。哦，背包客吗？对对对，我就是会都不揪人的。对对对，啊，就是在路上认识啊。天哪，这么孤僻。对，在路上 会遇到很多做一样事情的人。啊，你会故意跑到那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吗？大部分都可以讲英文了，对，所以英文都还可以沟通。对，因为就这种旅行，因为我都旅行都是很 free 的，就是我都没有排行程，我都是买机票就去，然后每天想下一天要去哪一个城市啊，是，对，所以而且我很难找到人跟我一起做这件事，因为什么？很少人像我一样，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这么闲的。也不能这样说啦，就是旅行的心情很难，可能大家互相彼此能够配合。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个人更随意，而且像你这样的，像你同样心情的人，也许啊，我们今天一起飞到克罗埃西亚，然后 landing 的那一刻，然后你要去哪裡？哈，我要不用要去哪裡？不然我们三天后在机场集合。对对对对，有时候反而会一起坐飞机，然后就可以在飞机上一起试飞机，只是一起坐飞机，大概只有一起坐飞机的状态。是是是。你有梦想要去哪个地方吗？是计划中的还是？你虽然都不计划，但你一定有一些很想去的地方嘛？我目前你这么，我非常想要去印度。啊，就是好不特别哦，因为早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你还没去过，对，而且就听说印度是一个比较旅行上会遇到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阻碍的可能，对对对对，就是各种，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状态旅行中，所以人生要挑战一种东西叫克服，这样是是是是，目前去过澳洲、英国什么都那些都还好吧，在我 handle 就完全没有阻碍，那走来走去只要能 check in 就可以 check out， 是是是，印度人是一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你打算花多久时间去、啊？你会想要去什么尼泊尔啊、什么什么那种？也会也会啊，就是可能至少就我出去旅行，可能我都会想要有一个月的空档。那你在那里干嘛？水上活动哦，潜水哦，还是爬山？没有，就是到处还是那种逛街，就是到处逛拍照。对对对，到处逛拍照，看一下每个地方不一样，或是那边的自然景观。哎，你那张那个主视觉在哪里拍的、啊？这个在台北市。对啊，就是哪一个，你也就选了一个，你还特意把法艺工作室那个招牌留着吧。对啊，这个好像是在那时候那个摄影师他工作室的附近找了一个相机，我也不知道，我也忘记了。搭了一块景板，然后就整个就站在前面了。啊，你说这张还没拜哦，然后就拿起来用了这样子。他们就是想要拍小箱子。嗯，做哪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之后，困难哦。嗯，我觉得还是说也没有什么困难啦。
其实 我也没有在逼自己做什么我觉得困难的事情。没有啦，我是说走在路上、就是、慢慢的可能、知名度越来越高，在生活当中就会多了一点点人对你的好奇跟追逐嘛、嗯、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觉得我很少在路上被认出来。嗯，不要这样，从今天开始就更多人会认出你了，因为对人生需要一点状况。是是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会认出我的人通常都不太是那种会冲过来的，就大家都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怎么样的人好像都会吸引怎么听怎么样听歌、嗯，就是什么人就是比较要玩，是这个意思吗？对，比较文静一点，他们可能就算看到也不会觉得很想要过来跟你讲一堆话，就是只是哇他在这里。OK OK， 对对对，好啊，今天我们现场虽然准备了三首歌要演唱，但你是一张专辑，其实里面有十首歌，你有特别想要推荐哪一首歌，但不在你的歌单当中吗？我今天都把你逼迫了唱那么多。是是，而且你刚才接受点歌，哎，然后临时就留了 一段话，你就真的唱了。你有特别想要唱哪一首歌？今天没有的吗？特别想要唱，嗯，我想要推荐，可能听见这首歌。你跟我想的一样，你有发现我翻？你是因为看到我翻到这首歌，对，两个字。对，但这首歌其实我也自己也蛮喜欢，就是它是一首、嗯、我觉得在专辑里面算是很有点正向的歌。这歌名叫所以你唱你整张专辑很萎靡吗？只有这样正向吗？有一些蛮萎靡，但是也没有到、嗯、那你的萎靡是萎靡在哪一个面向上？是那种就是精神的一时的放空，还是真的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点失落找寻的那种萎靡、哦、诗人嘛就喜欢吟游，吟游就要有所感，然后每次都只会从那个痛苦里面找素材。是听见就有点像是这首歌写听见就是有点像希望大家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看见自己内心真正的样子、啊、的，然后去追求那个样子。我们要俗套，像初听见我们也好想听见的，是不是主持人？对啊，那你愿意让我们听见一下你的听见吗？可以啊，真的齁、嗯、好啊，你要清唱还是要伴奏我都没有意见，就现在唱这首歌是不是、啊、不然呢？哦，有点难耶、哦、为什么？因为那个这首歌编曲比较丰富一点、啊、所以我就说清唱，你看我人是不是也很懂事，就是随便一小段你都点出来。我今天在没唱的时候，今天不是调，是不是这样讲？是听见，你要听听见吗？他那么好，我想一下可以唱哪一段啊。我考到你了，我终于说让他做一件最难的事，是因为这件事是随便被人家点歌。好，真的、哦、那你需要看歌词吗？好，那我唱一下主歌前两句。好啊，他找 key 的方式好妙哦。试着去听见，听见那些沉默中的遗漏。试着去看见，看见那些黑幕外的尽头。其实说着，也演着最真实的你我。这是主歌 ，OK， 你唱哪里都对，这是你的歌，然后你唱歌有自己的味道，怎么表演都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内容。是，对我来说，对，今天听你唱歌是真的蛮享受，我终于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每天要跟我介绍你。是，我觉得错过了真的有些可惜。是，感觉真的不错。然后今天当然还要有完整伴奏的，你有带来一首歌叫《You Are》，是不是？是，也是这次新专辑里面的歌。你的算是一个主打的概念的歌，这歌写的又是怎么样？你的心情，还是是自己的故事，还是哪个朋友又发生了什么事了？那种脑海中故事，它是一个有点浪漫的画面，就是一个人在对一个人唱一首歌，说他觉得他可以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吗？对，有点类似，就是好像他可以为他做很多事，但最后发现、啊、就那个人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好像不在，所以是一首有点悲伤的歌。天哪，是是是，真的，你们这些诗人脑袋里面真的很多种层次耶。讲到那边我们以为故事完了没有，然后因为那个人在也没有，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哦、又怎么了。对，好，我们来听你唱这首歌叫 You Are。You're like a star in the sky. If you were a star in the sky, I'd build a starship and fly up high. If you weren't so dim and so bright at the same time.Sunsets while moon rises, fire and smoke arrive. Love springs and love dies. You're gone, so was I.
长段要唱给我们听啊？没有，我说我以为这歌你还要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没有，意犹未尽，意犹未尽 是一个这样的心情，真的，真的，真的。如果让你那个选择可以做一项改变，然后让自己可能得到一点点那个不一样的状况跟状态，你想要改什么？做一项改变？对呀、啊，比方说长高啊，变瘦啊，哦、变胖。你要变胖？变胖是。因为我有点过瘦，就是从小都是这种体弱多病。真的吗？还好吗？对对对，有点真的，我瘦到不用当兵。哦，是哦。对对对对，瘦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想要。哎，跟你好蛮高的耶。算 OK。180几。178、179。哦，因为你很瘦，真的看起来都到188哎，这样对你有没有很好？但我还是想要看起来健康一点。啊、对，你们体检团的，这样有很好吗？有我们好的吗？是，想要变胖。变胖哦。哇，可是变胖之后那个声音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变更有 power 也不知道哎、欸。但是现在就是那种沧桑感，说不定因为太瘦，然后挤不出那个能量来，所以就突然啊就杀掉了这样。是是是，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研究过声音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面貌。对啊对啊对啊。嗯，哎、欸，那对你来说梦想是什么？梦想吗？嗯，我这种诗人啊创作，我刚好那个板子没有带着，但你先说，我们等一下再写。我其实是一个蛮没有。远大什么梦想？不要这样说。对，我就是很，我就是做我眼前我目前好喜欢做的事情，是，就是做音乐，我很想要做出自己，啊、是让自己很喜欢、觉得很好听的音乐。让你为梦想下一句你自己的定义或注解送给人家的那句话，你会怎么说？对啊，梦想、就是，梦想应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你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就是你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它你就会发现这就是梦想。就是不是特别去达成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让你把这段话写下来，送给那些你喜欢的那个粉丝朋友。好的。演唱会的那个时间是2018年8月25号。对，就是今年。当这个月八月二十号。所以还有几天？今天11嘛。两个礼拜。所以倒数刚好两周。差不多两个礼拜。你会特别去闭关吗？去健身啊，还是要干嘛？最近还有什么特别？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很想要这个月很想要去跑步啊，跑步、哦。因为演唱会是一个。比较需要长时间体力的，对，比较长时间的表演、嗯，对。那最近通告好多都没什么跑步，是很受欢迎啊，大家都想要知道，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多认识你，会再抽时间去跑步，可以让那个 对演唱会这个再冲一波高人气。是是是，然后进不去的人也可以在外面等你 ，TICC 那边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有舒服的等待区，所以他们也是 OK 的。是当天会有什么让人惊艳的表演？你要透露一下吗？让人惊艳的表演，对啊，惊艳的、啊，就是不能透露，是这样吗？我问他。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跟，像我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带一把吉他来，嗯，对。然后我很久没有跟我乐团一起，就是在台上做一个完整的表演，所以这次是暌违，上次大概应该快两年了吧，两年了，一两年，就是在第一次做跟乐团一起做专场表演，所以会很好好把这张专辑新做好音乐，用那边的音响。呈现给大家。要，你的歌声透过很棒的一些那个系统啊，传递出来应该有更迷人的状态。是是是，真的。那好，我在最后那个再推荐一下自己的专辑，这还是最实在嘛。演唱会一天就结束了，是专辑要认真卖。就是这张专辑叫做《云游》，然后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听过第一张专辑，可能会对我印象是比较民谣，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的歌很适合安静下来听。嗯、这张专辑我做了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摇滚乐的元素的音乐，然后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情绪会比较激昂一 点，对，我自己非常喜欢，希望大家可以听一看。嗯，有你今天几首的现场演唱，让我们深深的着迷，希望可以让更多看到节目的人或还没看到节目的人，因为这会成为一个那个节目的内容，他们可以来点选听到柯志堂是怎么被自己发现会唱歌的，唱的那一首歌，还有今天为自己的新专辑唱了一些介绍的歌曲。也唱了一首线上人点播的歌，是还圆了一个可爱的粉丝的梦，然后让他们继续的可以有追随你的动力跟喜欢你的能量。是，感谢你今天来，谢谢你歌声真的很棒，谢谢你，谢谢你丰富我们今天的安大明星，谢谢你，祝你演唱会大成功。好的，专辑大卖哦，拜拜，谢谢安大明星，拜拜，下次见。
街，你走来时的背面，我不在意你不去做的一切，但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怎么就沉默了？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性，你的随性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你的温柔为什么僵硬了？所谓殷勤安慰，我不需要那些，只想听你说晚安，在视线变黑之前，一起带进漫漫长夜。只想听着你祈祷，在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性，你的随性怎么就可以？所谓殷勤安慰，
心。